小伟嘞？他说他一定会来嘛，我怎么知道？哎，你确定乐巴哥一定会走这条路吗？据我得到消息是没有错了，如果真的没有来吗？那我们课不就白翘了？等一下吧。来了吧？哦哟！你们两个不去学校上课，在这边干嘛？我们干嘛？我们来帮你送瓦斯啊！嗯，哎呀，喂，来了，我来了。什么时候下去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小伟，你来干嘛？送瓦斯啊！你送瓦斯，骑个脚踏车来送瓦斯啊？借不到摩托车嘛？拜托，你们通通回去上课，我不需要你们帮忙。乐巴哥呀，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那好啊，那上课就一块上，要送瓦斯就一块送啊。您赶快回去啊！要我们回去可以，不过啊，要回去大家一块回去。哎，我最后警告你们哦，如果你再不回去，我翻脸哦！哇哇哇！哈哈哈！要翻脸喽！哇，那怎么办啊？我好怕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了好了，不要闹了，罗巴哥啊。我们大家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大大小小在打过好几百回，所以啊，你这招无效了。好，我知道你们是打不跑、吓不倒的好兄弟。可是你们有你们的前途，你们有你们的发展。我也愿意回到学校去上课，可是我行吗？我有这个权利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只要你肯回学校，什么事都可以解决的嘛。就是嘛。对啊，有我们在。什么事解决不了吗？我已经欠你们太多了，我也不能再接受你们的帮忙。难道你要我接受一辈子吗？我相信，只要我肯拼，靠我自己，我一定扛得起来。我念不到的书，就全靠你们。回去吧。回哪？不走。我也不走。要走一起走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大家一块走。就是嘛，你早这样就好了，没事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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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样你快追吧，你都会追他。快点啊，快点啊，不玩这个。一起过来玩啊，过来吧。来，陆老哥，你快点来，我让给你玩好不好？一起玩啊，快点啦！来来来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啊？哎，罗巴哥啊，你要玩就玩，不玩就算了嘛。什么我们在干什么啊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们在玩呢，土雷呀。对吧？亲爱的卢同学啊，就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呢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我们大家欢乐的行列。我代表各位青年朋友，欢迎你。你们晓不晓得现在是什么时间啊？当然是上课时间啊，有什么不对吗？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呢？那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跟我回去。他是谁啊？还说什么东西啊？他在说回去。回去。对呀、啊。哦，你不要上学就可以啊。哦，我们出来玩就不可以啊。我了解你的用意，可是我的烦恼已经够多了。
现在的为难我，现在可没有人为难你，你没有人要你回去。既然你不肯听我们的，我们又为什么要听你的呢？别管他，大家继续玩。继续play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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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lay
可是总不能搞得我们大家都被开除吧？那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老板，你是你朋友。废话，当然是了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好朋友，所以我知道他绝对不会愿意看到我们被开除的。啊！你怎么那么笨呢、啊？其实啊，我们可以事先请假啊。可是我们看到 Lova Gay 的时候啊，就不要告诉他，我们是请假出来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不用去了。